Hello， 我是小叮当，今天继续来奇葩混泥。是谁想看这个眼珠子的？你的口味还真的重啊！话不多说，上我丁家祖传的大脸盆，倒眼珠子。哎呦，这个词咋这么奇怪？倒混泥材料，再来一块不太清透的透肽吧。调大手机音量，安静的听这个治愈的沙沙声吗？玩着是挺解压的，声音也很治愈，就是有点飞爪子，我的手都快抽筋了。好了，老规矩，把你想看的史莱姆测评或者是其他材料混泥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下期见，拜拜。